我们在逛 Costco， 今天没有买肉，因为家里的肉还没吃完。刚才买了两瓶 Baileys， 这包装超可爱，草莓的。今天蔡依林在逛海鲜。有看到想买的吗？没有。寿司，寿司，你不是要看寿司？今天是礼拜一啦，人不多。彼得上次不是有拍一集气炸这个？你看，哦，这个看起来很丰富哎，369不贵。而且这个他们都吃。但你女儿吃，可是你在社团看到就是这个吗？还有另外一种，然后还有这种，还有这种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你就变一定要早一餐把它吃掉啊！明天晚餐不行，你明天不在哦，我们都不在。这还有我弟，我也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？有没有新的、啊？这个之前也没有啊，可送三明治啊，还是有，我们不知道。有啦，之前就有哦。哎，猪脚肉出现，你要不买一下？好啊，它猪脚腱蛮好吃的，猪脚好吃。哎，这已经站好久都没有。这个，你想买？你想吃吗？想吃就买啊。啊？你想吃吗？可是那个我们上次就说，因为它有很多那个哦，淀粉太多了。我记得这个也蛮好吃的，就是那个韩式。要买肉吗？不是买了吗？哦，好吧。把什么？先把什么？猪脚。很多猪脚先。保冰一下，对不对？等下结账的时候再拿出来。要买这个啊？这个上次吃完了。上次、这个、不是是这个，我说啊，不是。这是黑桥牌的迷你香肠。这个你女儿可能很爱吃。我说买这个，上次。没有。这好。这好像上次吃完。在哪里？要在这里。起司的，上次我们买了一个起司的一个浪，这个。好，你再买卫生纸。它辣的口味有吗？我想要吃辣的，辣的也很好吃。这个不是辣的。这个呢？这个也是起司的，所以它的没有辣的口味。我上次买辣的，好像这是酸味的。这个是烟熏德国香肠，可是这边又写酸味，不知道为什么是下面吗？哦，应该是下面，对，没错，它只有两个口味而已，好吧。你买好卫生纸了？对，我看那个新东西。什么新东西？说来听听。不要啦，我们其实都吃不完了。我每次都把坚果那边吃完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跟你分享，看到那个新东西。我们冰箱，我们上次还有一个美食东西没有吃，你记得吗？那个酱。你说那个抹酱？对啊，那个抹酱我们还没吃。红龙的有没有什么新的？没有了。有没有什么想买的？它有个照烧鸡腿排。这个我们有买过吗？我们没有买过。然后买来吃吃看，这个应该蛮方便的吧？我也在想。啊，可是这个也很好吃啊。可是我们上次买过，这个贵，算起来。算起来贵吗？对啊。那就买一个照烧鸡腿还是？那个几片我看一下。好。
要吗？没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们冰箱冰得下吧。一片鸡腿排，它是冷藏哎。冷藏，它是。它这边有写是去骨带皮鸡腿肉，可是它是冷藏。对，是冷藏。他说可以放多久？3月19。2周。啊，就是你也可以回去真空，它就变冷冻啊。不要。看你，你就还要分装啦。我们一次可能吃不完，这个感觉有6-7块。我不知道，感觉好多哦。太多了。我现在是怕它如果不好吃。哦。会吃不完。没吃过哎。对。这边有香，看你啊。还是要买这个香草鸡腿。那我觉得还买这个。买这个比较好，好，不然就是啊，我再真空就好啦。那买一个。我买一个啊。日期都一样啊。这个都19号都一样啊，都一样，日期都同一天的。对啊，好，我买一个试试看。好哦，红龙应该不会多难吃。有什么新的东西吗？牛腱叉烧葱油鸡，这边有鸡胸，意式的鸡胸，然后香菇，要买花椰菜吗？花椰菜感觉蛮漂亮的，119块，要买吗？好买。可以买哦，买点青菜。豆苗。买了高山嫩豆苗。目前买了这些，这么多，太大了，那个。黄瓜田啊，那甜瓜它跟小黄瓜啦，天啊，很爱吃小黄瓜，可是它真的分量太大了。可是 Costco 就是这样，所以才便宜啊。蓝莓要买一盒吗？蓝莓不要啦，你昨天我看到冰箱，对啊，我看到冰箱有两盒蓝莓。你盒子胶带要买巧克力，你要记得。那不一定有。对，你要记得，不然回去被念，念到臭头。重点是不一定有啊。不一定不是说你想要有就有。塞车！最近想要买那个炉。
我们要再吃什么？要不要再买什么冷冻的？蛋白丁吃完了吗？蛋白丁我们家最近也非常有效，然后温泉蛋天哪也很，就是他们都很爱吃。好了，先拍到这，晚一点再跟各位分享我们总共买了什么。